有了。那就你没有看到荧幕画面吗？有我看到一个钱包在对着我说话。哇、啊！给钱！钱包不是吐出钱的吗？跟你要钱就不错了，我还给你钱。钱包是吐钱的，钱包没钱。你没看到我是空的吗？看不出来啊，我觉得你看起来。对，感觉里面还蛮多东西，感觉里面蛮多东西的、啊。钱包，我相信绝对不会都是硬币，是纸钞。嗯，没错。有可能是金块啊，我不一定。那更好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欢迎回到武器商店白日梦。那今天呢，有请秘书要是谁呢？遗忘好了。嗯，照照啦，照照吗？秘书要做好多事，我不要，我要当电猫。好，反正今天有三个人，照照、遗忘跟哎呦，那究竟大家会担任什么职位？他们自己去商量吧。Go， 我觉得我好久没开了，谁都不能跟我抢猫的位置。原来我养的是猫吗？养的不是猫啊，我以为我养的是这狐狸呢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是电虫就对了。电虫每天只要出现在地里面就够了。啊啊，原来如此。可以负责当那个我爱的吸血鬼。哎，你们看看，我们被人家威胁了，隔壁阿姨，烦人的大妈，我砸了你家玻璃，哼，根本没有这个事，肯定不是我干。不过只要你给我交了保护费1000块，我保证你家玻璃下次不会被砸。你知道吗？这大妈好厉害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威胁方法，好凶。好啦，可是既然都是任务，那我还是要交付。还有什么可以交付？又来啊！哎，我们疯狂被他威胁。你有证据是我砸了你家玻璃？怎么可能？都是我家的隔壁的邻居干的。不过你只要交了我保护费1000块，我保证他下次不会这么干了。我们先不要理他好了。交看呐、啊，我好好奇交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。你说不定会得到那个烦人的大妈当你的员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们想要帮助哪一国呢？辣椒、柠檬还有什么？就辣椒跟柠檬。嗯，有差吗？那个辣椒国的奖励是什么？是什么？10万块吗？1万块，都是一万块、啊，都是一万块，都一样，那就没差啦。那你可以两边都帮，两边都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只能选一边。啊，是啊，只能选一国站。那选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、那個。上面看起来就是个大叔啊，下面看起来就是年轻小伙子。年轻小伙子。哦，十个站是只看。我现在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做，所以我们要先看战士之铠要什么。小块皮卡比较好做。小块皮革哪里会掉小块皮革？有皮的动物。我们看一下。小块皮革。陨石术。我在室内用陨石术，它有那就是这里啦。来吧，孩子们。马卡又要出任务了，马凯，然后我们再多做一些东西，打造自动好了，然后这边也是自动，锵，猫那个电虫在监工。叮叮，把鱼挂出来。好了，没再站，然后换个地方，然后你再站好了。我要弄什么呢？这什么冰之矿？我们好像需要冰之矿，加油！哦哦，好久没有看他们打怪了，好像还不错。
多看着他们为你卖卖命这样子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感觉很好，非常好。压榨，员工就是要拿来压榨。不压更待何时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是金句良言。如果他们没有努力工作，我就没有逛逛可以吃了耶。天哪、啊，这事态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我不止没有逛逛，我还没有玩具可以玩，这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！你们他们这些店员，店员吗？不是店员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店员，是店员。努力。原来是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事情已经发生到这么悲惨的状态。哎，你不知道可多呢。赵总，你现在才知道已经太迟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也是共犯。我也是共犯。对，不要怀疑，你也是共犯。这种友善包容的一个好店。有啊，我很尊重友善。有番茄做店长就不会友善包容。不好意思，他会对拿钱的大爷友善，对，他只对拿钱的大爷，要给他钱的人友善包容。真正友善包容是什么啊？我好像不太清楚呢。对啊，这有点高难度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员工装备一下，我看看哦。嗯，工作。详细被动，不要，我想要他去挖矿。挖矿是哪一个、啊？挖矿，对，挖矿的。挖矿，就是矿就是要出去才有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就是有一个是，不是，是有一个是有。特别的技能就是矿物会变多，这样有吗？树木魔物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还没有学到，还没有学到吧？是哪一个的、啊？嗯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好吧，那先让他们出去战斗好了，赶快去收集东西去。不收集东西，我们真的是很穷的，非常穷。是哪一个、啊？我看一下哦，武器的部分。简单处理偷窃、伤口痛击、吸血、尸毒。哦，吸血，这有点难。尸毒哦，这个1090哎，可它做的好复杂哦。必中一击，魔力冲击、小回复、护盾、魔力子弹、小威力姆、死亡宣告。哎、欸，有死亡宣告哎、欸。啊！等一下，战胜兵器翼王，我解除成就了。谁？行动蜥蜴，好猛哦！是马克，对，马克。我在想什么？我以为我讲错名字。啊，都是一棒啊！都是一棒啊！我以为我讲错名字。马克吐温，有一个来乱的。免疫中毒、免疫睡眠、魔物之眼，我记得有一个是。还是我记错了吗？No， 奇怪，没有吗？矿物之眼，矿物之眼要什么皮兜帽？打造三个好了，然后确定，先等，然后更换。更换装备，皮兜帽，装备，去吧，孩子。哦。再战，然后再战。哦，我们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来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任务。三个皮兜帽，可是还要光属性，有点麻烦。物理攻击超过35的纯净小件什么东西啊？有这个东西吗？我没有这个东西吗？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耶。你说呢，一棒？我没有这种武器吗？他就跟我讲说纯净小件，这什么鬼？
你刚刚有点断断续续的，听不太到。现在吗？哦，这这，完了！最近网路真的不太妙。最近的网路也想要罢工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罢工啊！罢工了我就没戏唱了。没有罐罐了吗？没有罐罐了，对不起，没有罐罐了。乙方应该会很伤心难过，我们没有罐罐了。那我就知道离家出走了。不可以。这样的话就永远都不会有罐罐了吧？屏幕没关系，我可以去找别的金主。我就这样被那个了吗？忠诚度。太伤心难过了吧。我要去给人家收编。是吧？收编吧。是吗？你要收编是不是？哦，好哦，好哦，18个。但是那都是以后的事了，现在还是乖乖复店吧。是不是？果然人还是要选边站啊，真的不开玩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要弄个什么。我们在商店里面，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买什么？老板的技能，猫跳台。哪里有猫跳台？没有猫跳台啦。老板的技能，那就再买员工吸血成人，员工吸员工的血。对哦，手动好，行，就这样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做那么多个吗？可以交付任务吗？你还差一把。你要玩那个吗？你是刚刚听到说我要被人家收编，然后就一怒之下做了很多小刀吗？好可怕哦，这样的话。出手，我们再做一个，好，不行，现在太穷了。这样可以了没啊？交付，哦，这样就有10000块，正好又 fail。真的是很不中用欸，一直 fail， 这样不行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员工们都在干些什么事情。真的是很不 OK 呢。不错，有进步哦。嗯，速度变90。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你要放着，然后让它一直跑，就能力值啊什么的、啊、都是在工作中啊，大概不知道它的几率是多少，就做到一定数量以后它会上升吧，就像这个力量变成151，为什么？然后绿色值好像就是代表说有到一定的平均标准吗？好像是这样啦，我也不太确定。速度加一，真是很厉害。我们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要存到60000块，这个有点难。然后10个战士之铠，战士之铠的话，铜锭不够，自动。然后加油啦，孩子们，努力的战斗吧！手动。话说，你们知道最近啊，有听说有那个 cheese 鸡排耶，有人想吃吗？哈，cheese 的东西。cheese 鸡排。哦 ，cheese 鸡排，好像听说在那个在某个商场附近，好想吃吃看哦。
会爆浆哦，确实会爆浆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！Oh my god！ 哦，好猛哦！好啦，我们这一集好像没办法做到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麦空？等一下，啊，我忘记了，他也在做这个，可恶！天哪、啊！OK， 精通免疫麻痹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 new 是什么？我开了什么东西吗？冰蜥蜴王吗？哦，感觉我们就这样默默的已经这一集快结束了耶。为什么？我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我只有一直在压榨我的员工而已。嗯，压榨员工不算做事吗？哎呀，你现在连他被压榨，他们都成为好像没在做事一样，他们已经在哭了。有啦，还是有做到事啊。对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嗯，对，没有压榨员工是老板的日常，不是吗？哇，这样子不太对吧？240，老板从办公室走出来，今天要压榨谁好，然后抽签谁。这是什么选妃概念吗？选妃吗？那个老板蛮重口味的，问号。啊，好啦，今天就你啦，然后那个每月结算的时候就看到，对，老板姓林，然后扣100钱这样，扣100斤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什么公司啊？会想要去录取？就为了钱，你当然还是得进来喽。呵呵。如果要为了钱赔上我的命的话，那我干嘛还待啊？反正没有钱也是死，那我干嘛死这么痛苦？死前还要被压榨，死了就赔、而且死了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。啊！哎哎哎哎！好，好。好。我想看那个隔壁的阿姨又会做什么事情，我来看一下。先把我们的员工再送出去死一下。好，隔壁的阿姨，然后我们再交给他。然后嘞，隔壁的阿姨竟然连你都敢压榨。哎，继续耶。嘿，我突然发现你家玻璃很脆啊。那个字为什么变白的啊？我不知道。原本是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跟纸糊的一样。只会找玻璃，再敲一次看看啊！你看看，我只要这么轻轻一碰，啪叽，它就碎喽。这不能怪我吧？都是玻璃的错。下次我就不这么干了。我觉得这个阿姨好烦哦，疯狂的来找我们麻烦的 feel。但是我就直接拿玻璃砸他了。哎，这玻璃怎么这么容易碎啊？真是。我还在想说，这玻璃怎么会自己飞出去呢？哎，这个玻璃怎么是这样跑到你身上去了？哎呀，给我10000块，我下次就不让这个玻璃自己飞出去。天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给他钱哦。我做的那么辛辛苦苦，然后我还要把钱给他哦。因为这个大妈对你的玻璃情有独钟，太烦了。好啊，来啊，来，啪叽，是不是？来啪叽，啪叽，一定又有一个出现了。烦呢、欸，我们不要理他了，我快被这个大妈烦死了。太惨了，好，我们这集就这样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然后我最近好像
开始对武器商店没有什么目标，你们觉得我们接下来要玩什么呢？要朝哪个任务前进呢？我有个问题，说那个右下角的18537斜线1000是什么意思？他要就是那个1000块，他不是要叫我缴1000吗？后面这个1000块是我要支付的钱，然后前面是我现在有的存款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哦，那没事了。唉，人生就是如此。好啦，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。而且你们支持哪一国啊？是柠檬国还是辣椒国呢？柠檬，因为我不喜欢辣椒。好，那这样子番茄一定会选辣椒啊。可是他是大叔欸，我对大叔没有兴趣。干嘛？不觉得很有道理吗？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、好啊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哦，拜拜。那记得喜欢我们影片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有想说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最后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。